58岁，崔佩仪外形十分冻龄。她出道后演出花系列电视剧走红，顺利在演艺圈打开知名度。她和美籍韩裔老公 Sam 结婚多年，夫妻俩在结婚后育有一个宝贝儿子贝克宇。六日，她在脸书晒出一张宝贝儿子在户外拍摄照片，照片中的贝克宇脸上戴着酷帅太阳眼镜，身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裤。崔佩仪除了分享儿子帅气的照片，还和网友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贝克宇考上伯克利音乐学院了。她开心发文写道：“儿子贝克宇终于考上他的理想大学。”伯克利音乐学院，看他一步一步朝向他的梦想前进，爸爸妈妈替你感到很高兴。字句间流露出对爱子的疼爱以及满满的感动啊！